屏东的布街杨枝岩路街，半年前胜利北路街发展消费过后，一年当年如果七家来攀新年发通，今年旅游灯笼飞彩、跳盘花、奖炮上到地上乌鸦都。路街好一点，百十米是一个一样热情路旁边，还会亲身做150只福袋，免费送本新年来到路街的乡亲。亲身来种糍粑嘞，是阿妈的体验过后，因为有凉气，有力，哦有力啦，哎，啊个神气神气，啊七个做七个说安嘞，哎，该，高峰嘞吼，特拜摩安嘞小朋友，没办法体验安嘞成果吼。路街居民乡下小街亲自跳盆花、将炮上囤剪子也按道发通，其中百十米四个易用压钳阿伯妹，平常时路过好用花布做手工卡板的，今年已特别准备150只福袋，而送本来到路街的乡亲。内埔杨志燕路街发展消费表示，居民唔系为到赚钱，是系爱勤俭太家，引出路街个人的喜欢。对5岁、6岁开始的小朋友都各种高中，都阿婆，好81岁、91岁，哦，全部大家都有安尼热心出来，安尼做安尼内部落嘅发展。陈金也表示，今年路街对年初一到初三旅游发通，民众来到路街去指定景点摘米麦，都拿位到一样热情阿婆作为手工卡板的，也能按民众来到路街感受无穷样的客家庄热米。客家新闻潘胜芳，屏东报。